这个是增厚卷曲甲沟炎啊，很好。你这个以前挤过呀？没挤过呀。你这不挤过，不可能有这么厚啊。你比正常咬的盖得厚好几倍。它不是厚几倍。这是平时剪的时候两边甲没卷出来。你只是剪平了之后，它两边没剪出来，有点卷起来了。它主要是前肩疼。都是这两边夹这个地方疼。变形了，压了一块肉，肉压变形了，都有大坑。